出来混总要还的。中国的楼市透支了未来中国几十年的购买力，现在中国的楼市不就在经历还的过程？就连曾经连续多年市场成交量名列全国前茅的武汉楼市，也进入了还债这个大部队。曾经房价的猛涨，现在终究步入了新的阶段。这里是解读新闻 Hot Spot 频道，还是老三样，喜欢的朋友转发、订阅、加点赞，谢谢。继续今天的内容。 十一月初，当记者走访完武汉多个区域的楼盘之后，发现特价房、工抵房等花样百出的促销手段已经重出江湖。即便是汉口江岸区较为景气的板块，房企也悄然调低了价格。随后迎来了中国的双十一，结果武汉的房子又玩出了新花样，都开始参加双十一活动了。主城区五千元起，有朋友感慨这还赶不上县城的价格。然而降价。 似乎成了武汉市场上多数楼盘的一致选择。即便降价带来了一些老业主的负面情绪，但为了生存下来，房企已经不得不撕掉价格的遮羞布，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刺激购房者入市。还有网友更可爱说：“武汉这些天的房价已经让这座老省城颜面尽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知道，武汉现在的房子是白菜价了。作为华中重镇，前期涨幅如此之大，现在必须纠偏。 只是纠偏的过程是沉重而痛苦的。比如一位在深圳定居的投资人士以自身的亲身投资实践告诉记者，他入手的一套汉阳区四环边三房，两年亏损已超过三十万。即便是转手抛出，也历经了近一年挂牌无人问津的僵持，最后才得以顺利抛出。而他身边不少类似他这样买后就被套牢、亏损很多才得以解套的投资客，这还是抛售的早的。现在别说个人。 房企都的花样打折促销来吸引眼球。现在在武汉老百姓心中，房企降价的做法变得稀松平常。不久前，武昌区中海光谷东路老业主控诉，从年初最高的一点五到一点六万元每平方米降到一点二、一点三万元每平方米，并制造了一起房闹事件。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是武汉楼市的降价现象也开始从秘而不宣正式浮出水面。 并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一位项目在主城区的北京央企华中区负责人士就告诉记者，公司为了加快回款，半个月前将武汉市汉口区二环内的改善新盘以员工内部房的名义折价出清了。整体而言，折扣促销在三环外非功能区、非产业聚集区非常普遍，尤其是汉南区、蔡甸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可以说随处可见。 汉阳四新板块，宇宙新希望、雍喜蓝台一位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虑到楼市行情回调，下半年的这轮新盘开盘价较上半年做了折让。据项目负责人透露，雍喜蓝台拍地时的楼面价已达一点三万元，当前部分楼盘给出的带精装修单价一点六万元已经属于非常有诚意的让价，公司也只是勉强实现收支打平。房企薄利促销的姿态并不能彻底。 赢得购房者的青睐。购房者王小聪对于房企近一两个月开启的降价营销显得颇为平静。当下汉阳三环外的新盘每平方米相比高点，基本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下降，一万多元每平方米，有很多新盘随便挑。驱车沿着三环线从武昌前往汉阳四新板块，沿线新开楼盘的价位基本与周边二手房价位相当，部分甚至要低于二手房。 汉阳区楼市有些疲乏的表现，如今在其他热门区域也有所体现。以汉口景气度较高的后湖板块为例，片区销冠楼盘公园,公园大观每平方米单价,价仅录的二点三万元左右，这与周边二手楼盘价钱相当。项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原计划定于二点五万元每平方米，之后也是根据市场行情进行了适度下调。二点三万元每平方米的定价，距离我们期望的价格线。 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有不愿具名的房企华中区域负责人士表示，回款落袋未安要远比盈利几个点更为重要。我们公司在武汉的项目，全款付清类型的客户，我们会给到最大力度折扣。投资者遭遇精准打击，数据也能佐证武汉市场正在悄然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二零二零年五月开始，武汉新房价格已连续十六个月上涨，九月是首次未上涨。 武汉二手房价格涨幅明显低于新房，在连续七个月上涨后，八月首次停止上涨，九月份下降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以来首次下跌。国庆黄金周，武汉楼市的热度只有二零二零年的一半。武汉市房管局数据显示，二零二一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即十月一日到七日，武汉全市商品房网签一千零四十七套，同比下滑百分之四十四点八九。 其中，商品房住宅网签七百七十七套，同比下滑百分之五十六点六四。目前，武汉楼市与过去两三年的上涨行情已然发生根本性改变，而改变的直接表现便是普涨行情终结，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部分好地段的楼盘仍能保持价格稳定，而区域相对差的楼盘则只能降价促销。相比于前文所提及的汉阳区三环外、汉口部分片区楼盘， 位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项目则是另一番光景，房企显得淡定从容许多。以片区中海光谷东路为例，项目负责人是告诉记者，楼盘根据市场短期波动，却有将顶楼和底层等位置较差的房间进行降价，但绝非外部传言每平方米均折价两三千，也不知道这话是在硬撑还是迷之自信。今年上半年，光谷东为首的东湖高新区因为炒房热。 外地投资客控盘，房价跳涨等，引发外界质疑房价严重虚高。随后的七月末，东湖高新区率先试点房票，打新市场遭遇趋势性降温。受访的房企人士把房票制度理解为精准打击投资投机。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光谷近五年的涨幅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三七，平均每年涨幅约百分之二十点六六，位居武汉各板块之首。 因此，这一区域曾经是投资者最活跃的领地，但房票制度出台后，这一区域的楼市热度显著降温。七月，东湖高新区平均去化率多达百分之六十七；八月，东湖高新区平均去化率跌至百分之二十八，环比骤降三十九个百分点。其中，近半新开盘项目去化率低于百分之三十。武汉的楼市现在经历高空坠落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二零一五年、二零二零年各大城市房价的涨幅情况，武汉涨幅百分之一百六十一点六，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西安。拉到更长的时间轴来看，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武汉新房年成交套数在二零一六年达到二十六万套的峰值之后，随即震荡下行。近年这一数据整体保持在十六万套左右。价格方面，此间也有小幅盘整。 但是整体仍呈上行趋势，并于二零二零年站上一点四万元每平方米年度成交价格高点。今年上下半年楼市表现差异显著。克而瑞数据显示，上半年武汉房地产市场明显转暖，供求显著放量。一到六月，武汉商品住宅累计供应一千零八十六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百分之九十四，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 累计成交一千一百七十二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三。不过七八两月，武汉市场明显降温，成交持续走低。具体而言，七月受限于供应，陷入低迷，武汉成交降至一百七十三万平方米，同环比跌幅都在百分之二十附近，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七。八月尽管供应有所放量。 但成交进一步回落至一百一十三万平方米，创年内次新低，同环比分别下降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三十五，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四十四，跌幅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中部分片区面临去库存压力。以链家网数据来看，截至九月底，全武汉二手房挂牌量已超过十万套，平均去化年限为五到六年。东湖高新区、汉口江岸区。 汉阳钟家村、王家湾等主城区去化周期基本在四到六年左右的时间，而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区、蔡甸区、新洲区等远城区或是关注度较低的区域，去化周期普遍在八年甚至是十年以上。克而瑞驻武汉分析师谭瑶对此就表示，此轮新盘降价在远城区此起彼伏于，与片区土地供应多利好消息有限、需求乏力有直接相关。 得益于信贷端的支持，相信楼市接下来不会比之前更差，可能会慢慢好转，但是也并不会明显上行，稳定是当前市场的主基调。更多的市场人士也提醒，寄望在武汉复制深圳、杭州等城市炒房，一两年回本的例子，如今变得不现实了。投资客若是抱着上半年光谷东板块控盘炒房，快速获利来武汉的话，势必是要栽跟头的。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朋友们有什么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观看，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